跑！谁让你跑这儿来的？我们学校出杀人犯了！蓝海洋，你王八蛋！都是骗子！就为了他上网打游戏那个破事儿，快把咱俩折腾疯了！开什么玩笑？你还真上瘾了！ 怎么样，才能不玩这个游戏？还有点人权吗？你住嘴！你再对儿子动手动脚的，我真跟你急。你说，你对我妹妹做什么了？为了咱孩子，咱再哭，也得在他炕上。没想到我长大为活了40年，让网络游戏给逼成这样。 小七，你不用书包弄他了，你又不去上学了。这刚挣，拿去给他。我不要你整钱，这样你天天好好学习就行了。你都天天都不去上课呀。我走了。哎，罗琦，一块过来吃吧。 不了。好好学习，听着了，别净惦记着上网啊！你那个事儿，待会儿我找人给你办了，好吧？哎，小崔，哎，小崔，来来来，你呀，再叫一个人。 带着这个孩子去蓝光网吧把他电视给他抱回来，好吧？行行行啊，来跟我走吧，跟他去吧。谢谢叔叔。嗯，回去好好学习啊。哎，行了，我自己来了。 奶奶你好，姑娘，你找谁呀？我是罗琦的班主任，我叫陶芳。哦，曹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不欢迎我来？这孩子，老师，您请进。哎，曹老师，请坐，请坐。曹老师。 您真是培养的好孩子。罗琦这孩子，比我的儿子、孙子都有孝心。你看，我家的电视机坏了，这不，又给我办了个新的。弄得我这老太婆啊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哎，曹老师，您喝水啊。谢谢。 电视哪弄的？我买的。奶奶，我来到了，您去聊。好，您坐。姑娘，我跟你说，从小五走了以后，我都不想活了。要不是这孩子。
我真不知道这日子怎么过的。奶奶，您别难受了，以后我们会经常过来陪您的。谢谢姑娘。曹老师，你还折腾什么？曹老师，我想跟您说一件大事，你愿意听吗？你先别着急，我愿意听。曹老师，其实。是我偷了蒋秀武日记本。偷？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一本写着攻略的笔记本，和那个日记本一模一样。我想得到它，是为了把游戏玩得更好，能有更多更好的装备。但我拿错了。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替你保密。嗯、不过罗琦、嗯，你现在可是咱班网瘾最重的一个，连学校都知道这事儿了，所以我希望你可以配合我，咱们两个一起把网瘾戒掉。戒掉。有困难吗？没关系，咱们可以慢慢来，但是你一定要配合我，好不好？那我试试。走。操！我能用自行车。带您行吗？行啊。坐好了。好，走。你在这干嘛呢？三千呢？什么三千？还想问你呢，你那个破密码是怎么设置的呀？啊，你害死我了！我去证券市场都晚了，一天赔了三千。啊！东大伟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之所以在这等你，是因为我不想当着儿子的面跟你说，你对孩子那种办法太损了，你马上给我取消了。你以为我好过啊？车被拖走了，我忙了一整天才把车弄回来，光罚款就200。为什么呀？你别跟我说话，累死了。忙了一整天，我连口饭都没吃上。回去啊，什么也别说了啊，马上把那个破密码给我取消了，让雷雷上网，他上他的，我们两个呀、啊、下点功夫啊，轮流看着他，别让他玩的时间太长了。就你那个破损招，想用一个密码就解决所有问题，它可能吗？啊！
雷雷他是个人，他是个小大人儿，你得重视起来啊！就你那个破办法，他行不通，你懂不懂？你别因为股票赔了钱把气撒我身上啊！我这还一肚子气呢。赶紧吃口饭，一天都没吃饭。作业写完了吗？写了。那你把我电脑打开玩会儿。怎么了？电话欠费，停机了。欠费？欠多少啊？嗯，330多吧。啊？怎么着？电话费一月才30，300多翻了10倍，干嘛呢？我说过，咱家就得安宽带。宽带一个月100多块钱，跑了电话费。承担不起啊！不能赖我，我妈不也得看股票吗？你妈看股票用多长时间？你上网打个游戏没白没日的，这叫烧钱，你知道吗？你说谁没日没夜？你们又弄电表，又挪地方，又设密码，拿我当贼防？我跟傻子是任你们俩摆布，还有点人权吗？还拿我当人吗？你给我住嘴！算了啊，大明，我就说他这臭小子，你又不知道啊，电表盒子锁是那个粘上的吧？啊！这密码就算我不明白，我也知道你做手脚了。这个月亏损了4000块钱，跟你有关系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跟你才有关系吧！自己工作不行，回家又欺负老婆孩子，你还是个男的吗？大伟，你别打孩子！你敢骂我妈？没了！我告诉你，别和我妈架，他都不敢骂我妈。他说了我妈，我锤死他！我放。门了，大伟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，我坐下，你坐下。大伟，你干什么呀你？你别捡，你别捡。这圣王。就玩儿，进不去。钱包放哪儿了？放床头了，一睁眼就能看见。哎呀，估计啊，他看了会有触动的。一会儿孩子起来了，你就别说他了啊。我都懒得理他。哎，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呢？现在这孩子都比较叛逆，你越逼他做什么吧，哎，
他就不听，跟你反着来。你得让他自觉的去改正。你忘了你那么大时候什么样了？啊，你多想一想你那时候。行，优点都随你了，缺点都随我了，行了吧？这臭小子还生我气呢，太正常了，挨了你的打还让人家高高兴兴的，这可能吗？还是你儿子吗？你看吧，电话打不了了吧？哎呀，我下午到电话局去，让他们给重新挨一下不就完了？就不能这么纵容他？干嘛呀你，董大雷？我可警告你啊啊！你要再对儿子动手动脚，我可真跟你急。好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儿子，赶紧的呀，过来吃饭了。啊。先喝点奶。不喝，喝了再去。身体还要不要了？较上劲了。你打吧，反正我是你生的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你得给我留半条命。你臭小子，说什么胡话？什么一条命半条命的？我有一半生命属于我亲爱的老娘，你无权支配。你别不知好歹啊，有事说事儿。为你身体好的事儿你也不听啊？你打我一顿也算为我身体好吗？雷雷，别生气。雷雷。给你50块钱，买点吃的，啊。妈，嗯，你跟我爸这么多年怎么熬过来的？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你爸是好人，别想那么多啊。他是好人，但是是个不能和人相处的人，他自己也不清楚这点，你明白吗？大人的事儿你先别管，上学去，啊，路上小心车。妈。臭小子说什么了？你确实不该老打他了，他长大了。简报看了吗？没问，可能带走了吧。
这臭小子必须管住他，你要管不住他就滑坡，一滑坡死定了。这个时候管不住他，根本上不了大学，上不了大学就跟我一样，这辈子就完了。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不惜一切代价。不惜一切代价？那当然了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只要管住他，不让他上网。即使他对咱们有误会，长大了以后他就会明白，哦，爹妈是为我好。你说这话倒是对。哎，你知道刚才他下去跟我说什么吗？说什么了？算了，不说。你总得让我知道他说什么了吧？他说你是个好人，这还用他说？我这辈子，但又是一个无法相处的人。我懂得为那厂子里哥们儿多了。哎呦，你得了吧，还哥们儿呢？你哪有哥们儿啊？啊，人家都跟袁坤当哥们儿去了，哥们儿。哎呀，这雷雷啊，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网络游戏上。得有什么一个重要的事情转变他的注意力才行，而且这件事情一定要和我们两个有关系，而且相当严重，你说呢？太复杂，慢慢想吧，我走了。哎呀，你别走啊你呀、啊！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打得不错啊。那当然了，不过还得看谁教的。那是肯定的，肯定没有人比我教的好啊。得了吧你啊，说你胖你还喘上了你。我没吹啊，这毕竟是我设计的游戏嘛。好啊，那我就把你告诉我的那些秘籍都告诉我学生。嗯，没问题，你说吧，你说的越多他们就越容易上瘾。那算了吧。是，你跟他们说吧，他们知道了秘籍，玩起来才有意思嘛。我要是这么做了，我怎么感觉在像给你做广告啊？不行。那有什么不行的？哎，就算是做广告，那不也是为了咱们小家呀？这游戏火了，咱们就能买大房子，就能换大吉普。你就乖乖的嫁给我吧。臭美吧你！谁说我要嫁给你了？差不多。哎，别动！嗯，你头上有个小虫子，别动！你别动，别动！什么呀？不好弄啊，跑着跑去的。什么呀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你可别就吓着了啊！但是他已经被我弄死了，别怕。不会是蜘蛛吧？别怕嘛。嫁给我吧。哎，你们知道吧？我爸妈用什么招防止我玩游戏？什么呀？今天早上我发现啊，给我弄了一堆简报，有什么十几岁孩子玩游戏，到龙泉捡破烂去了，然后上网玩游戏沉迷，下网就和人聚众斗殴什么的。我是那白痴弱智，家长为这什么招都想不出来。下个星期什么课？不学。哎，怎么了？甭管，小静，拜托了，我先回趟家。哎。
妈。妈，你真给我安宽带，我以为你骗我呢。哎呦，我骗你干嘛呀？你看，说装就装了。妈，你太伟大了，今天也变年轻了。哎，你就贫吧你，是吧？喝口水。喂，这个插口坏了，还有没其他插口？哎，我那屋有，我带你去。你看，就那个床头那儿，看见了吧？好。哎呦！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不找你，小米阿姨。您帮了我爸，我来感谢一下。您太客气了。您才是真正的好人，现在像您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。向老板，这书打折吗？要喜欢我就送给你了，这礼物我都收下了。来，老板结账。哎，来了，杨老板啊，咱们这个生意可够火的啊。什么呀，袁老板，那是向老板，不都一回事啊？欢迎下次光临。哎，爸，得了，妈，你要请向老板吃饭，我可得作陪啊。当然。你给我安宽带的事儿，我爸知道吗？我没告诉他，我刚才跟你爸吵了一架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爸现在满脑子浆糊，啊，什么事儿都想不明白。那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呀？哎呀，甭管他，咱们先把宽带装上再说。让他知道怎么办啊？管不了那么多了啊。妈呀，就是想让你啊，不要整天泡在网吧里面啊，家里装了宽带，你就可以在家里玩了，是吧？妈还可以给你做个夜宵什么的。哎呀，妈不管你爸怎么想，妈是这么想的啊，只要你需要什么，妈能做到的，尽量满足你。那你不怕爸爸生气啊？哎呦。不怕，我为我儿子，我怕什么呀？啊！但是，我们俩要配合一下啊！你上网，不让你爸知道，嘿，这不就得了？妈，你真年轻了。就拼吧，拼吧，拼吧！哎呦，线有点短，能不能把电脑搬进去？行。上网速度快呀、啊，快呀、啊，快大发了。那我要是上网看股票信息呢？快啊，干什么都快。真的啊？哎呦，太好了！哎，师傅，这什么时候能装好啊？接上线就好。哎，别告诉你爸啊。不会的，爸。啊？谢谢你。老师，您是不是要结婚了呀？穿这么漂亮，是不是要结婚了才能穿这么漂亮？那咱们班的乔美人天天都很漂亮，是不是？
次我下次帮你灭了他。好，老师，下次我也帮你灭了他，一言为定啊。曹老师，你来一下。老师，游戏这事儿搞得这么麻烦，你怎么能在班里说这些呢？主任，我觉得游戏的事儿不能回避啊。以前我也不太懂，但是我学了游戏之后，我发现里面有很多积极的方面。积极？网络游戏里边还有积极的东西？你从哪听说的？我……小曹，你一定要明白，现在已经有人不断地反映你的情况，包括你个人的情况。我个人情况？我个人情况怎么了？小曹，你新交的男朋友是不是搞网络游戏的？是啊，他是太子传说的首席设计师，跟这有什么关系吗？你要避嫌，你整天在班里大讲特讲太子传说，有推销之嫌。主任，我觉得恰恰相反，我之所以这么做，是想拉近我和学生之间的距离。如果我不试着了解他们的世界，那他们能服我吗？那样的话，这个班我可不好控制。你觉得这样能控制吗？嗯。那好，我可以替你顶住学校的舆论压力，但是你要向我保证，在你的班里绝不能出现像蒋小五那样的事情和一些其他的乱子，行吗？行。老师，是不是有人批评你了？没有，主任非常支持我，他希望我能在网络游戏中成为第一个打败学生的老师。你们愿意帮助我吗？愿意。谢谢。我非常希望成为你们生活中的朋友和网络游戏中的朋友，但是我有一个愿望，希望你们能帮我实现。向上说吧。咱们班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班集体，我不希望大家在玩网络游戏的时候忘记这一点。咱们班玩游戏比别的班强，但我觉得学习成绩更应该比别的班强，你们能做到吗？能。好，下面我想表扬一下罗琦同学，他经常利用自己课余时间去帮助蒋小五的奶奶，因此我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积极踊跃地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。老师，我报名。老师，我也报名。老师，我也报名。老师，我也报名。好。奶奶，我可佩服小五了，他游戏玩的特棒。游戏害了他，我可后悔了，就不该让他去玩。哎，奶奶，您知道和小五最后说过话的人是谁吗？罗琦呀，他也经常去网吧玩。奶奶，吃苹果。你们吃吧，孩子。奶奶老了，咬不动了，来。哎，谢谢奶奶。哎，孩子，你刚才说贺小五最后说话的人是罗琦。
大气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小七，你这是去哪儿了呀？这跟你大收集大不同，你可给妈急死了你。妈，我办事儿。你说，恁爸还在看守所里了，这到现在了，这法官还没有着落，你说你这还有心思往外跑？你这天天到底是去哪儿了呀？妈，我真有事儿。小七，这爹娘好不容易才在城市站稳脚跟，你咋就不知道珍惜呀？你要再这样，妈心里多难受。妈，可我要挣钱。谁让你挣钱了啊？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。你现在为啥咋这么不懂事啊你？妈，您睡觉吧，您别管了，好吗？看那眼睛，熬得跟兔子似的。没办法，罚款没凑齐。我捐300。你个土财，我可没那么多钱啊。30。我现在就这么多钱了。哟。干什么？分钱呀？少凑热闹，跟你没关系。没关系？哎，为什么呀？我也是班里一员呀。哪次给贫困学生捐款少了我呀？小林，你这样对我可不行。是给罗琦捐的，我们几个四代目的，你别嚷嚷了。妈，哎呦喂，你吓死我了你啊！你这臭儿子你，赶紧做作业去。写完了。那你玩去吧。哎呀，哎，我爸呢？你爸出车了，你就甭管了，我给他留饭了啊。饭好我叫你啊。啊。整天你就躲在
场电影，有个脸上刻满字的王子住在深海中，你一定想了解他的心。想抚慰他的心。